较早以前我住遮啦，细汉时阵。你呀、啊？嘿，我。你是？吃水果可能对我来说就好像很习以为常的事，然后后来才知道，因为竹崎产水果，所以才会家里面有水果。这次我想要找出嘉义县著名的怪奇装置艺术跟地标，我要用观察和绘画带领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嘉义。感觉为了他做一场创作，这个创作会跟着我，但他也是非常流动的。我是陆款豪，目前在嘉义从事文史田野调查的工作。嘉义县中埔乡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，这里有着我八岁以前的记忆。这里离嘉义市很近，求学学习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嘉义市中心的学校前进。后来搬过几次家，但是高中以前都没有离开嘉义。还是三不五时会经过后庄，或是在后庄采买生活用品。到现在，后庄麦当劳仍然是我最常去的麦当劳。这里总是给我奇幻的感觉，常常有直白敦厚的农村居民，或者是精明算计的生意人，或是外省的公务员，或者是本省的基层政治人物，或者是嘉义大学的学生，或者是所谓家酒小哥，全部都均匀的交错混杂在一起，就像一座大城市一样的那样的混杂，甚至比大城市还要再更混杂一点。后来听到有人说后庄是嘉义的三重，我觉得还蛮传神的。原来三重就是台北的后庄，是进出光鲜亮丽城市之前的那个隘口，便宜混乱，但是也容易寻找更多的机会。原来我的父母即使他们都没有离开过嘉义，但他们也走了一小段城乡移民的路径，起起落落，中间还带着小孩，不断地经过后庄这个地方。小时候住的房子是跟亲戚租的，还依稀知道当时的租金一个月8000元。对于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这样算贵吗？那时候邻居比我大几岁的姐姐经常会弹钢琴，经常听到一些好像很厉害的钢琴声。我妈也让我学钢琴。我还记得我们搬离开后庄的时候，钢琴被小心的包裹起来，然后搬走的样子。我钢琴弹得很不好，
我读谱的能力很差，然后又不爱练习。当时有一位学钢琴的老师，弹错他就会打我的手指的指节，我当下都憋住涨红着脸。后来我妈知道了，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教学方法，她就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学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位老师应该是很可怜的，我看他那时候也很愤怒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学个钢琴会变成这样呢？或许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，钢琴只是一个迈向更好生活的技术，我们要屏住气息，准备往其他地方走去。我家现在没有汽车，但在后庄居住的时候，曾经买过一台中古车，一台酒红色的轰达。虽然这台车毛病太多，我们没有能力维护，很快就把它报废。但是我还记得，我爸当时把车开回家，全家都很开心的场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后庄的童年刚好有赶上1990年代台湾的黄金十年。这时候思想解放，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呢，新的公共工程也持续的在建设。但是社会上旧时代的习惯还是非常的昌盛，而且是被前烟角木的力量所放大的那种版本。印象中路口有一间店，用白色的饲料桶倒挂，上面写着鲜红的香肉两个字，后来才知道那个是在贩售狗肉。
在店的对面呢，又新开了一间小吃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都没有看到笑脸盈盈的人或是消费者。我只记得桃红色的光，没有陈旧迂腐的感觉，反而有种亮丽的潮流感。印象中的后庄，还有一些像是汽车旅馆啊、算命摊、治疗跌打损伤，甚至是邪教的庙宇，还有各种大人赌博的记忆。我想这些事情都还没有离开，可能都原地保存了下来。现在都市化的年轻人都有自己更新的娱乐形式，但是对于那种传统的事情，感受到的道德指控，现在好像也是无关痛痒。后庄这边本来就有好几个庄头组合成一个后庄地区，对啊。然后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边叫做下六，台语不会念哎，但是我知道顶六就是顶跟下，所以顶六就是六顶比较高的六个，比较地势比较高的六个庄头啊，这边就是比较靠近八掌溪的另外六个庄头这样子，对。所以慢慢的才知道说，哎，后庄有一些隐没在住宅区之间的。传统的历史，农村时代的历史。因为土地如果没有被使用，其实是没有拿来赚钱，其实是浪费。可是为什么他割了一块土地继续供奉这个地基主？那过去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还是有这个现象，就是说，这块地可能祖传可能是这个人家的，可是为了要周边的没有关系的人要使用这块土地，那他需要去奠祭原本的地基主。这地基主有点像是以前的没人拜的地主。对，所以地基主有一点这种功能，然后可能当然也有一些保佑平安或者是一些鬼怪传说，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再去做彩排。那庙很可爱，它的尺度就是这么小，这么矮，然后我看它都还是有在插香，就不知道是可能是隔壁的邻居家在。
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块小小的墓碑，然后是什么？罗姓跟吴姓两个人的，也有可能是夫妻，真的不清楚，可能要再问。但是它就是维持着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土地公的形象的一个小庙，然后放在交通要道的地方，然后受大家注目。我觉得这种村子里面有这种传统的，这种比较有比现实生活层面更高一点的设施，就觉得我常常会觉得很有趣啦。那其实现代都市里面有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虽然是鬼怪，但是我觉得蛮让人安心的。可是至少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身边，然后我尊敬他，他也不会来害我。至少比空空的好。我还记得有一股念念不忘的滋味，是有一天我爸买了饭团回家，说是在后庄街上的市场的路边摊买的。那个饭团的白饭非常的白，就像白粥那样子的白色，口感也很像粥，非常的软，里面包着酸菜，四分之一颗的卤蛋，跟很甜很细很软的肉松，它的滋味组合起来非常的工业化，但是真的好软好香甜。好像是一种吃槟榔的嘴巴、戴假牙的嘴巴、凌晨出门劳工的嘴巴，或者是爸妈没有时间煮早餐的孩子的嘴巴，这些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味道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卖。Thank you.
来搬离太后庄，到嘉义市区，然后再到台北去念书。偶尔回嘉义，全家出去玩，常常去关子岭、白河、东山、后壁、阿里山，总是还是会经过后庄。但是爸妈可能因为过去在后庄留下了太多悲欢离合，总是不爱在这里停留。这里有太多他们的心事，但对这个地方无忧无虑的我，总是会好奇后庄的故事。一来是想要客观的理解历史文化，另一方面也是了解自己的父母。外在的知识体系帮助我探索曾经的家乡，一丝一缕找到跟自己的关联。在其中，我好像也在混杂之中找到几处开阔的景色。虽然我在后庄只住过短短的时间，但是它的丰富与交杂好像总有细微但是不一样的线索。光是观察就可以发现许多没被诉说过的故事。后庄不只是路过的地方，也是实际存在的。虽然它不一定让人畅快，但我观察这里的内在张力及变化，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他好像在诉说一个极度平常的流水账，但是叨叨絮絮好像就是台湾风景的一种呈现。在我找到答案之前，就持续的走路观察做记录。